大家好，开心吗？写字，我是乔舅舅喜，希腊裔加拿大歌手和音乐人。看吧，我是2004年雅典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火炬手和官方志愿者，倍儿棒！真的从雅典到北京。奥林匹克精神的三个价值是：第一个，卓越；第二个，友谊。第三个，尊重。希望中国和所有参加北京冬天奥运会的国家都将体育事业服务于人类和谐发展和和平社会。那我祝北京冬天奥运会顺利和成功。我先为你们演唱我的创作。2022的期盼，尽我所能不怕困难，奥林匹克精神在问，让人生更浪漫。这冬年2022年，我们带起脚镣推动世界向前，are calling us, we'll take our stand. Give us 3 cheers, 加油, we're volunteers. 尽我所能，踏实肯干，给你给我一个春天，像雷锋同志学习，那是我内心的志愿。这冬夜2022年，我们大气潮一样推动世界向前， The Olympics are calling us, we'll take our stand, give us 3 cheers, 加油， we're volunteers。是2022的期盼，尽我所能不怕困难，奥林匹克精神在问，让人生更浪漫。这冬夜2022年，我们大气潮一样推动世界向前，are calling us, we'll take our stand, give us 3 cheers, 加油, we're volunteers. 这冬夜2022年，我们大气潮一样推动世界向前， The Olympics are calling us, we'll take our stand, 相信彼此，我们是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向未来，下次见，拜拜。